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青绿的粉专无良公关公司哦，在昨天晚上抛出了一张文件照，原本是暗指国民党策划偷拍来抹黑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陈时中，结果呢遭到国民党的台北市员徐巧芯等人提告。好，现在很快的也有网友立刻在 PTT 分享巧芯我来帮你找一下签名的笔记哦，结果网友动作很快，顺手呢就运用 Google 用图搜图找到了所有签名的出处。好，您可以看到这个偷拍企划书下面的签名，蒋万的部分呢，笔迹出自改善国家警报通知方式的签名，徐巧芯的这个笔迹则是来自于一份全国性公民投票联署人的名册上，洪孟楷则是出自五股泰山轻轨计划说明会的出席名册，至于呢立委李德维则是公听会签到的名册。好，当然呢现在大家动作很快，立刻找出这些签名档原本的出处，当然很多网友痛批了笔迹这么像，结果完全都是用截的，就连文书都要伪造吗？好，当然发生这起事件之后，徐巧芯他也揭露所谓绿营侧翼的抹黑三部曲，他说呢这个幕后的公关公司还有粉专其实都跟绿营是有深厚的关系，他希望民进党出面说清楚，同时他也表示了任何张贴转传的他全部都不忍了，见一个告一个。绿营侧翼抹黑三部曲，先是把这种不实跟造假伪造的文件丢在上面，以一个你要澄清吗去发问，但是却引起了很多人的转贴，以及很多人看了之后就开始谩骂带风向，被我抓到说是造假，我要立刻去分局报案的时候，贴出一个假的账号的声称这是他自己的资料来源，等到呢我真的去报案了，我没有要跟他澄清什么澄清这个伪造的东西，我就是要直接去报警，然后呢才讲说他是为了台湾好，他说呢他只是问我要不要澄清才开始道歉，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在网络上正值选举期间，用这样造谣抹黑伪造的方式伤害候选人，伤害政治人物，当然你就是要付出代价。我想要问的是，民进党知道这件事情吗？陈时中竞选办公室知道这件事情吗？我现在要揭露的一个事情是，来，大家可以看到，无良公关公司跟这个无良曾经跟林静怡，我们的立法委员一起开直播，这是现在在网络上都还能找到的画面，所以我已经告知警方这样的一个事实，如果未来警方说要找人的话，应该要请我们的立法委员林静怡协助办案，他们肯定相互是认识的，所以没有找不到人的问题，没有因为他是粉丝页所以无法辨认出他是哪一位民众的问题。第二个部分，这两位无良哦，里面的其中一位无良，他曾经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分享过他是民进党的党员，包括党政字号都非常的清楚，所以他的姓名、他的党政字号、民进党的党政哦都有，我已经全部提供给警方列为证据，所以请民进党也一起协助办案，请民进党也告诉我们你的党员为什么会在网络上面传递这些造谣抹黑伪造的黑函。那还有更多的事，我希望陈时中竞选办公室能够回答你们跟这件事情、这起造假黑函事件的牵连到底有多深，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一个交代，任何在网络上继续转传这个抹黑造假的黑函的人，不管你是分享，不管你是附和，不管你是张贴，我们都是见一个告一个，绝不姑息。好，聊天室看，我有看到这个网友花 H， 他说巧芯好猛哦。好，新北叶小姐提到支持巧芯告到底。另外洪荣宏有说巧芯不是吃素的。好，但是呢，其实我们进一步还要带您看到，这一回包含有转传这个文件的粉专有无良公关公司，还有谢立胜插画，还有靠北克莱尔，另外就是有日本语教师周若珍，还有海人等等，总共有五个。好，这个文件上头呢其实就出现了徐巧芯还有蒋万安等国民党人士的签名，表示他们计划找狗仔跟拍来泼脏水。好，徐巧芯真的很生气，主要他是
认为用这种造假的文宣还有黑函的方式对他的选情是有很大的影响，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恶质的做法。他也说了，明代在法案联署还有文宣的签名都是可以公开被找到的，结果没有想到竟然被用来 P 图。另外呢，他也特别提到在这个文件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错误，那么就是文件上头写的是国发院，但其实呢国发院早就已经改成革时院了。同时如果进一步把这个签名放大的话，也可以清楚看得见 P 图的痕迹。好，发生这种事情之后呢，我们来听一下，这是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蒋万安，他也痛批网军现在把选举文化搞到恶质肮脏，他绝对不会向侧翼屈服，一定会彻查到底。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也说，跟自己没有关系，因此不会做，甚至呼吁对手不要造假。选举剩下最后16天哦，各种奥博都出来了。其实我根本没有看过，更不会签这份文件。那我们看到同样也被伪造以及合成签字的，包括林奕华、洪孟楷、李德维以及徐巧芯都去报案。那这个粉专看到我们这次硬起来，马上发文道歉，承认未经查证。台湾的选举文化被网军侧翼已经搞得非常的恶质肮脏，我们绝对不会向侧翼屈服，也绝对不会宽恕，一定追查到底，让台湾重新拥有诚信正直的政治文化。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但是应该是说跟我们是完全无关的哈。我还想说一些跟拍骚扰啊等等的这些暗黑的行为，我们不会做，也呼吁大家不要做，更呼吁说对手大家一起来不要做这些事情。选举是为了要帮市民，替我们的最深爱的台湾台北多做一些事情，不是要为了伤害人而来选举。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哦，徐巧芯今天在国民党团举行了记者会，公开询问陈时中还有他的竞选办公室，到底跟网络侧翼黑函事件有没有关联，知不知情？徐巧芯特别强调的是，我给了陈时中一个机会回答，但是他却说跟我们完全无关。不过他也立刻打脸陈时中了，这一回他是在脸书公布了一段 LINE 的对话，表示来源是绿营侧翼的集散地，因为呢这个无良公关公司等侧翼都长期在内部取暖。好，从 LINE 的这个对话内容可以看得出来哦，无良公关在道歉并且关闭粉丝页之后，就跑到了群组去报平安，而且还说是近办的人跟他讨论之后的决定。因此呢，徐巧芯也立刻提出质疑了，哎，请问一下，你说的近办到底是哪个近办，而且是近办的谁呢？陈时中要不要再回答一次？同时呢，徐巧芯也说没有第三次机会了，你真的完全无关吗？因为当事人可不是这样讲的，你要确定。哎，好，不过针对这个案件，同样也卷入风波的还包含了国民党立委李德维跟洪孟楷两个人怒轰总统蔡英文，不是说要严防假消息吗？但是这种恶意又带风向又龌龊的手法，就是典型的这个恶假害，希望总统不要再纵容了。大家看看这上面的签名，包含蒋万安、洪孟楷、徐巧芯、李德维，我想包含我几位，我就等会让大家自己讲。但是我自己的部分，这个名的确是我所签的名，但是这绝对是在网络上找到我的签名，把它 P 图 P 上去的，这样子恶质的假讯息迅速在网络上蔓延。我想选举选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实在不需要用这么肮脏龌龊的手法，因为选前只剩十几天的时间，而每一条都是非常恶意，我们这一次看到完全的犯罪行为，包括意图使人不当选这个选罢法，以及伪造文书刑法210条，伪造属押罪刑法217条，行使伪造私文书罪刑法216条，以及加重毁谤罪刑法310条。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再跟大家介绍，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所以呢它比较温和。怎样，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好，但是呢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很安全。好，那怎么买呢？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好，就可以买到。